起床了，智长起来了，哦，快点啊！嗯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志文，快起来，快点啊，乖啊！嗯，你还不起来啊？快洗一下。嗯，志刚帮老三穿衣服啊。哦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小乖乖，快点起来啊！嗯，来来来，听话啊，好乖啊。妈妈，哎，妈妈，为什么大哥跟三哥要两个礼拜才回来一趟的？因为他们住在学校啊。那我也要住在学校。不行，你太小了。我才不要住在学校，我要跟妈在一块儿。看大哥他们穿好衣服没有？穿好衣服，快去吃早餐。走，我们快点吃早餐。回到学校，我教你打弹珠。好，我要五粒弹珠。好，我给你。志刚，看看布袋里面有没有衣服忘记拿的。好好看着老三啊，别老让他在草地上滚，弄脏了不好洗、啊、听见了没有啊？知道了。你们回去吧，我会照顾老三的。放假早点来接我们。三哥三哥，放假你们快点回来跟我玩，我在家里面等你回来。好好看着弟弟啊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啊。寿花来了，谢谢你啊，每次都麻烦你。又来了，你今天挑的花特别好看，很漂亮。又不是我挑的，买熟了阿牛替我留的。俊夫什么时候回来？下个月初。哦，那你去接船，到时候我给你看铺子，要请客的。当电灯泡啊？我才不当呢。要帮忙找我好了。哎，来了。什么事儿？给我个苹果。啊、哦，正好。下次一起散好了啊。妈妈亲亲。嗯，妈妈，我洗好澡穿什么衣服啊？哎呀，谢谢快去穿衣服啊！你帮我穿。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快快快，快去穿衣服。哎，哎，有什么好节目可别忘了打电话给我啊！知道、啊、知道。知道好，再见了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妈，季叔叔怎么还没有到？快了，就快到了。不知道季叔叔他会不会带苹果给我们吃啊？不知道啊，上一次他从船上带来的美国苹果好好吃，这次他最好多拿一箱来。好，告诉你啊，不可以太贪心，知不知道、啊、知道。妈妈，你会不会和靳叔叔结婚呢？嗯，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。妈，大哥什么时候回来？等靳叔叔回来，妈妈就去接他们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靳叔叔来了，自己把衣服穿好啊。来了来了，你回来了。你好。你先坐下，我去炖碗汤给你喝，熬了好几个钟头啊。金叔叔。哎，嗯，金叔叔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分啊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哎，这是你的。谢谢。等一下，有人送两箱苹果来。你怎么知道我要两箱苹果？是不是妈妈告诉你的？嗯，不是，我是未卜先知嘛。你真好，来，趁热把它喝了吧。你们小心点啊，别把玩具摔坏了，听见没有？花店的生意好吗？还不错。嗯，今天不用做生意吗？王小姐知道你回来了，替我看铺子。哦，她的人很好啊。哎呀，他们两兄弟一定等得不耐烦了。要不要一块儿去接？不必了，你替我看着他们，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回来真巧，刚好他们两兄弟放假。等他们回来，好好陪他们玩。你们两个要乖一点啊，听叔叔的话啊。知道了。回见啊。回头见。怎么那么久才来啊？等死人了。就是啊。哎呀，等不到车嘛，妈也急死了，回家吧。哎呀，怎么不帮他换一套干净衣服呢？早就没得换了。回去吧。为什么不早点来呢？现在那么急干嘛？俊叔叔回来了。石头布。捡到石头布。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啊，不要紧。哎呀，不要吃了，吃那么多倒是怎么吃得下饭呢？你看你把他们都宠坏了。不要紧，水果多吃点没关系。你休息会儿，我把几个小鬼弄好了再煮饭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们在外边吃好了。我弄几样小菜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志文，我帮你去换衣服啊。嗯。哎，有没有叫叔叔啊？俊叔叔你好。乖，你好。志刚你呢？哎，不必了，算了算了。走。你们喜欢去美国吗？我不喜欢去美国。
我喜欢。志文，你呢？嗯，静叔叔，美国在什么地方？比香港大吗？你问妈妈要不要去啊？妈妈，你去不去啊？土包子，洗澡去，走。哦。哎，洗完澡做功课啊。啊啊啊！对，这样就对了啊。志秀，来换衣服睡觉啊，不要吵哥哥在做功课啊。嗯。叔叔，我做好了。好，我帮你看看啊。哦哦，我要睡觉了。啊。哎，志刚，你的英文我帮你看看。我英文都不及格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做完就休息吧。哦，知道了。你像花一般倔强。睡了。本来想请你喝咖啡的，你太累了，我会穿上去睡。那你明天？明天一早我再过来。可是明天晚上又要开船了。不到两个星期就回来了。你这样下去，我真担心。我还撑得住。谢谢你啊。啊，谢谢。叫人呢？阿姨，乖，今天放学了，带妹妹到后面做功课啊。啊。我看我啊，越来越喜欢花了，说不定以后我也开个花店。那好啊，如果你真的想开花店，可以考虑我做你的合伙人呢。那还用说吗？到时候啊，你未必肯。那怎么会呢？不过起码要等我的孩子长大点才行。你也是的，何必那么辛苦呢？你那个男朋友俊富不是肯帮你吗？我每个月都有租收，除了还债以外，这花店的生意可以维持我们母子的生活。哦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，你们老爷并不是没钱帮你一把，再说孩子总是他们林家的，你又何必替那死鬼老公瞒着硬撑呢？老爷不喜欢我，我又何必解释那么多呢？反正人也死了，我总不能说我丈夫欠了一身赌债，还把房子押了给银行。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辛苦他知道吗？还以为你把他儿子的财产霸占了呢。如果是我啊，早就说得一清二楚了。哎，话是说不清楚的，解释也没有用。还好老爷很喜欢志文志刚两兄弟，他看我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，就建议我让他们在学校寄读。我说我没能力，他说他不相信，可是还是他掏腰包拿钱出来的。这算什么呢？另外两个他不认吗？我看他是偏心。我也希望孩子们受得好的教育，我心里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，可是我又不知道在恐惧什么。我劝你还是早点嫁人算了。你不是说过俊富不嫌你吗？他有没有向你求婚呢？那你还等什么呢？人家说啊，钱与色是年轻人用的，人是为自己活的，不要去管别人了。哎，老板娘，有人要买东西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你慢慢想想吧。明天放假我不想回家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俊叔叔。他回来了那有什么不好啊？我情愿跟爷爷在一起。那妈妈来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跟他回去好了，我等爷爷。爷爷又没说过来。那我情愿住在学校里。林志刚，有东西看。什么？哎，志文，你先进去，这不上课了。哎，听我说。哎哎，别吵啊！什么？别吵！别吵！别吵！什么？我先走。来来来，你们这拿着吧，拿着吧。哎，没吵，你给我嘛，给我嘛。哎，看着吧。哎，好。哎哎哎，老师来了。老师来。啊。林志刚，拿出来。没有啊，拿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混账，跟我来。不可能是他买的，他不会买这类书看的。我们问他，他没有否认。志刚，是你买的吗？我很清楚我的儿子，
他虽然顽皮，可是他不敢在我面前撒谎。既然学校不许我带他回家，我没话可说。不过你不能冤枉我儿子。林太太，你明天再来吧，今天他应该受处罚。好，我明天来。不用了，我要爷爷来接我。陈老师，我想打个电话。请便。你妈妈告诉我的是真的吗？爷爷，你相不相信啊？爷爷绝对不相信。只有你才了解我。嗯，让我猜猜看。其实你是不喜欢那个男人。嗯，这种女人怎么有资格当妈妈呢？哎，你们也太可怜了，她嫁与不嫁我管不着，可是我绝对不许你们叫那个男人做爸爸。爷爷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承认他做爸爸的。好，有志气，这才是我的好孙子。哦，这是给你和老三买东西吃的，以后有大事小事尽管找爷爷好了。啊，我会的，爷爷。你打算再干多久？有计划吗？很累，真想上岸。我是美国公民，我那边有房子，找事情做也不太困难。那他呢？我也希望他能跟我在一起。我也希望可以跟他在一起。那就办结婚吧，说来简单可不容易。你考虑的太多了，不要再谈这些了。志刚也应该回来了，不晓得爷爷把他带到哪儿去了。我们到外面去坐。好啊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刚才跟唐先生说，趁他还没上船，我想请他到咱们孤儿院里来参观参观。欢迎欢迎你们来。大哥大哥，你来来来。志刚，你看谁来了？杨伯伯，杨妈妈。哎，乖，快点进去换衣服。志刚，我们等你吃饭呢。吃过了。素贞，明天是礼拜天放假，你把小孩一块带来到我们那儿去玩好吗？杨妈妈，杨妈妈，我要上车去。乖。这边这些孩子大点，全都是从11岁到9岁的，那边那些是从6岁到8岁的。我希望将来孤儿院能扩充。你进去。天气转变这么快，忽然下雨了。是啊，还挺大的。坐坐坐。啊，坐。哎，小心，那确实。办理孤儿院很不简单呢。哎，我花了10几年心血，费了那么大力，还是弄不好。能者多劳嘛。哪里？哎呀，你别吵我们了。谁让不带你？啊、假如你们俩结婚要去度蜜月的话，孩子可以放在我这儿吗？是啊，没关系的，还早呢。素贞啊，我们办事你放心好了。啊，我当然放心了。喂，你们哪来的？你想怎么样？你们是不是要进来住啊？放屁，我们不会住在这儿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们不是孤儿。是啊，我看你们是想挨揍。你敢？你试试看。大哥不要打架。揍你们就揍你们。对，来拿我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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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要打架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为什么要打架？起来！这么大个子打人家，你看看你，你把他打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。妈妈，他们打哥哥。妈知道了。走，快走，快过来，走。志刚，妈妈，你看你们打架把三弟打成这个样子，怎么样？你不要管我，你说什么？我爷爷说的。不要听野男人的话。不要打他了，放他。太不像话了，你们全跟我回家，以后别想跟我出来玩。走，跟我走。
给我起来，下次不许再犯。去，去做功课。你们也去做功课，走。哎。嗯。你陪我去菜场买菜。哎，我答应这次回来请他们吃自助餐的。你不要太宠他们。哎，太麻烦了。不会了。你干什么？还想罚跪啊？捡起来！我现在去买菜，看看弟弟妹妹啊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还有叫孩子罚跪的？我是中国人，像美国人什么爱的教育，我是不会的。林太太，我早上敲门没人在家，我带孩子出去哦。这是房租，欠了好几天，不好意思。不要紧，谢谢你啊。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？别像我欠房租似的老拖着。嗯。真气人，又没自助餐吃了。我才不稀罕呢。嗨，我也不稀罕啊。我就不喜欢跟俊叔叔去。大哥，刚才那个小孩啊，让我打了几拳啊。都是你不好，害得大哥被妈妈骂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他们是该打的吗？志伟，我们去找爷爷。大哥，你不能去，妈很快就回来了。不要去，妈妈会骂的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好，我陪你。艾弟，你看着妹妹啊。大哥，三弟，你们不要去啊。哎，大哥，你不要去吗？不要去哦。你不要啰嗦，我叫你干嘛就干嘛，听见了没有？嗯，听见了。走。我是美国公民，申请你们过去不成问题。申请要多少时间？走快一点，不然半路会碰上他们。不会的，他们不是走这条路。美国的地方大，尤其是加州，很适合你们。我还没有还清抵押房子的钱。爷爷对我说过，如果我们在家里不开心，可以去找他。可是妈妈会不高兴的。管他呢。我知道。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那个男人不是好东西。你不要这样讲，俊叔叔，其实他对我们很好。爷爷说他是来骗爸爸留给我们的钱。钱？你需要这里还有一点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妈妈，爷爷，志刚呢？在小书房。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放着孩子在家里不管，跟男人在外面约会，你这母亲是怎么做的？你要是不喜欢孩子的话，只要你说一声，我还有能力照顾他们。爷爷，志刚伤得重吗？我又不是医生，我怎么知道？谁是林志刚的家属？我是。请跟我来。哦。志刚。疼吗？不要碰他。林先生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关心他。关心？我只有一个爸爸，他已经死了。大哥，都是我不好。不要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看看，小孩子都被你懂得人情世故。林老先生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是谁呀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好意，好意。要不是你跟他在一起，志刚会出事吗？哼！我教训我的媳妇，要你来插嘴啊！你看看，你把志刚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妈妈？放着孩子不管，只顾自己谈恋爱，我看呢，你早点嫁人算了。志刚，乖孩子，别怕。爷爷一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看啊！不要怕，乖。爷爷，不管爷爷花多少钱，一定把你的腿治好啊！乖。不要难过，这是意外。很抱歉，让你。素贞，别怪他。中国人很多传统的思想，不是你我能够否定得掉的。我们还要活着。我心里很乱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需要我帮忙，写信给我。
您过目，这是您那栋大楼一共六个房子的房契，现在正式属于您的了。谢谢。哎呀，这个交通阻塞真是没有道理啊！钱律师您好。您好，您好。明明只有几个接口，结果还是坐了半个多钟头的车。哎，不要紧，我也是刚刚才到。是吧？哎，这是你们两位的合同。好，麻烦你啊。请你们签字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好，谢谢。喂，如果不是这次要拆楼啊，我还没有机会跟你合伙呢。反正我一个人也不够本钱开这个花店。不要说客气话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借的。如果我要钱，那还不简单吗？好好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不是说志文的飞机6点钟才到吗？我还让志成帮我弄弄头发呢，我这个样子怎么接人呢？哎呀，你紧张什么？又不是见男朋友。哎呀，不跟你谈了，我还约了志秀呢。哎，陈律师，再见啊。慢走，慢走。哎，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做女人不简单，做母亲就更不容易了。陈律师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啊。Johnson。Johnson， 啊，请您过来一下好不好？我过去一下。嗯。怎么 ？Johnson 啊？什么事？我今天去的那个 party 啊，张太太也去的。你不要把我输得跟他一样哦。放心好了，担保你是与众不同的，你相信我了。嗯。阿英，请我妈坐一下。啊。Johnson。嗯，徐太太，你这个头发烫得太卷了。哦。Sammy， 帮徐太太把头发吹直一下。卷吗？不卷呢。你不想让张太太盖过你吗？自妈，智秀呢？还没来啊？他打过电话来说晚一点才到。哦。妈，我替你弄个新发型，保证你年轻10年。我要那么年轻干什么？走到街上，人家还以为你是我弟弟。那才好啊，保证有人追你。没大没小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妈。哎，急死人了！妈，我要当主角了。大电影还是小电影啊？你哎，乱讲话！志秀啊，是什么样的电影啊？是青春片，剧本还没有呢。不过刚才那个导演告诉我，那个角色最适合我了，整部戏都是写我的。不会有那些偷那些镜头？偷偷衣服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啊，二哥。哎哎妈，不会的，你别听二哥乱讲。拿到剧本，让我看看。好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乱拍的，我自己会小心。对了，小心那个导演。关你！哎哎，好了好了，别闹别闹，坐下坐下，你小心点啊。很抱歉，你毕业典礼我没去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妈，我怎么会呢？菲律宾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好玩的。是吗？三哥。你看我装一副假牙会不会好看一点啊？牙终归是自己的好。难道你要把自己的牙拔光了它？哼，反正三哥当牙医，我又不用花钱。志文，你什么时候考执照？下个礼拜。不过我都准备好了。大哥，哎，志文，怎么那么晚呢？飞机迟了。是啊，飞机迟到了，哎，等了半天。怎么，菲律宾的太阳没把你给晒黑了？我在学校里很少出去。那儿的妞儿很热情的，你要小心呐。我没有跟他们出去过。好了好了，我请你出去吃饭。我已经买好菜了。反正他已经回来了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家吃。哎，你回来了，二哥。周文，你头发怎么那么难看呢？明天我带你去剪剪。算了，你在家吃饭好了，待会儿回来接你去浪喝酒。志刚，我煮好汤了，你喝了再出去吧。你们慢慢谈吧，我去弄饭啊。妈，你歇歇吧，不要管他。志文，我们进去。哎，志秀，快吃饭了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妈，我不在家吃饭了。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我约了导演谈剧本呢。好了好了，早点回来啊。哦。我都很想认识。老板娘，嗯，这几天黄金跌停板了，志刚有没有进几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都是让他做主的。再看看。我说可能还会跌，很难说了。Florence， 给周先生再拿杯 brandy。啊。
嗨，嗨，志伟，你先坐。嗯。Hello。Hi。Steven。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. Can sit down. 你是志文，叫我 Amy 好了。我是你大哥的合伙人。你好。请坐。你诊所什么时候开业？等我拿到执照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喝点什么？您知道很香。拜拜拜拜。嗨，怎么认识了？志文呐，改天帮我看牙齿，可要算便宜点哦。一定一定。那我先谢谢了。什么一定？免费，你的诊所太有份。啊，你们兄弟先聊聊，我过去招呼招呼客人。你开诊所的本钱我替你想过了，也跟 Amy 商量好了，另外的一半你回去找她要。据我知道她一定有办法。我会回去跟妈商量的。大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谢？你是我兄弟，我那份就不用还了，至于 Amy 那份你要分期的还给人家，知不知道？嗯。大哥，你还在怪妈？你忘了我这只脚了吗？你不记得爷爷说过的话了吗？他跟那个男人到现在还有书信来往呢。没想到开个诊所需要那么多钱，不过你放心去做吧，我会尽量给你凑钱的。谢谢妈。喝完了早点去睡觉吧。嗯。你看起来呀，好像都不会老似的。哎，什么呀？如果我不说的话，谁知道你的孩子都那么大了？哎呀，别寻我开心了。喂，你说我看起来会不会比你老啊？你比我年轻多了。我最近啊，认识了一个做珠宝的。又换男朋友了？哎，电影啊，两个礼拜也该下片了。谁像你啊，老抱着个贞节牌坊不放呢？人家伊丽莎白泰勒已经嫁了七次了。哎，那是外国人，我才不管呢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人呐，儿子已经28岁了，在前几年呢，他的老婆也已经死掉了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嫁给他的话呢，不就捡现成的当妈喽？至少啊，要比你轻松得多了。到底不是自己的孩子。自己的又怎么样？孩子大了，还不是各走各的路？什么事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我也不想啊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是让妈知道了，她不知道会多难过。你不是也一样吗？至少我不会搞出事情啊。那你要不要帮我？来了。不够哦。等一下。我走了。千万别让妈知道。知道了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我是你妈，有时间我们应该在一起多聊聊。啊，明天我带你去做几套西装，做医生不能那么随便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志秀，你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我好困。哎，你再怎么困也该洗个澡换件衣服再睡啊。啊，起来起来嘛。啊，起来。妈，我都快睡着了，今天晚上我还有通告呢。
让我睡吧。哎呀，拍什么鬼电影啊，累死人了。请问你是不是陈导演？你干什么的？我怕找错人。我就是，有什么事？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乱打人呢？妈的，玩到我妹妹身上！你妹妹是谁？林志秀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还想赖？警局人员说，下次再犯要你坐牢。妈，妹妹被人欺负，我忍不住嘛。你不要理他。过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妈，你说什么嘛？你自己做了什么还要问我？你抓得我好疼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对我？妈，是不是我没教过你？妈，是不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的？妈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错的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吧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是对不起你自己。妈还能陪你多久呢？你长大了，外面的世界全靠你自己去闯。妈只希望你能过得好好的，不要再让妈看见你哭了，好不好？你永远是妈的女儿。那个柜呢，要做的深一点，也要宽一点，要不然不够的。好好，还有后边的。哎呀，哎，小心点。谢谢你，师傅，这里过来一下。颜色并没有错了。对，志文呐。哎，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李太太，蔡小姐你好。你好，真是谢谢你啊，志文开诊所你那么帮忙。反正闲着没事嘛。你太客气了。哦，我约了人，先走一步。志文，不要忘了明天晚上哦。我知道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哦，是大哥约我去吃饭。嗯，素贞，我的船在印尼就快回香港了。这次我觉得船开得特别慢，可能是我的心太急了吧。妈，帮我接下电话。喂，哪位啊？我姓李。他说他姓李。哎，接。喂，我是啊。啊，不是，你打错了。搞什么？搞错了，该打的不打，不该打的穷打。妈，谁来的信呢？是不是俊叔写给你的？他有没有向你求婚？哼，你真要打嘴巴？妈，嫁给他好了，反正我们都大了，不需要你操心了。妈要嫁，早就嫁了，现在哪还有人要？怎么没有啊？我要是把消息放出去啊，还有人排队呢。你这小手指痒啊，你小心。谢谢，请再来，这边请。请。走啊。你好准时啊。待会儿你还有约会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这是送给谁的？送给你的。哦。谢谢你上次帮我忙，这些糖吃了不会坏牙的。真的？哎，你是不是要我多光顾你的诊所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其实呢，只要多注意牙齿的清洁，牙齿就不会这么容易坏了。好多人呢，不懂得如何保护他们的牙齿，跟刷牙的正确方法，每年去牙医那检查一次，注意食物的营养。上次我牙齿疼，牙医要我拔掉四颗牙齿，其实我只有一颗牙齿疼。哎，哦，几时有空我帮你检查一下。好啊。啊，对不起。您好，请。
请您看一下。请问几位？我找人。里边请。多谢光顾。志刚，怎么了？你那里还可以拿多少出来？干什么？今天黄金又跌了50块，我打算再补5手。那要多少钱？25万。如果斩断，我们会亏多少？你为什么老跟客人挤眉弄眼的？老天，那是人家太太熟客人。很简单，我也找一个男人挤挤眼。领导，我发誓，我看算了，老毛病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快替我洗洗头。我有客人。我约了人呢，现在已经迟到了，帮帮忙嘛。志成，你帮他做吧。好，琳达，我妹妹。嗨，你好。去吧。走吧。去你来。哪里？你不会再搞那一套吧？你以为我那么笨吗？希望你不会。林小姐，车子就在外面等你。好，你先下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啊，好。是什么人？是片商。不要遇到片商。不要臭人嘛。妈还没睡啊？又是那么晚才回来。这里不够亮，怎么看书啊？我只是随便翻翻看。我去洗澡。智秀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啊。知道。嗨。大哥，来很久了。哦，刚来一会儿。志文，你坐会儿，我去打个招呼啊。哎，大哥，什么事？艾米今天晚上不来吗？我看她是不回来了。你找她有事？哦，没什么。诊所里用的家具，我也想请艾米帮我挑一下。哎，你不用找她了，我介绍老李给你，他会给你算便宜点。哎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就回来啊。妈，以后你隔几个月来洗一次，我担保你不会有烂牙。我还是不来了，怪怪的，还是自己刷牙比较舒服。好，随便你。志文，林太太，你也在？哎，我来看看志文这儿还需要什么家具。哦。艾米。啊，志文。你觉得装修方面还需要些什么？哦，装修方面我是外行，你帮我看看吧。我只会看牙。啊，刚才我在帮妈洗牙。我也好几个月没洗了，你也帮我洗洗好吗？好啊，我帮你洗洗。啊，你忙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妈，我不送你了。哎，林太太，再见。一碰到漂亮的女人，怎么办？你没交过女朋友吧？嗯？钥匙忘了拿了，叫我怎么回去啊？哎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么快就洗好了？好了，再见。妈，你坐一下，我去洗手间。店里生意还好吧？还不错。志刚个性这么强，你们合得来吗？我们合伙做生意，有钱赚就好了。你们太辛苦了，志刚每天都是天亮才回来。
是啊，我们店里每天早上6点钟才打烊的。志文最近常到你们店里做啊？哎，对了，他的诊所就是我们一个熟客帮他装修的。哦，哦，林太太，我走了。有空到我们店里来坐哈，再见，拜拜。志文呐，把这碗汤喝掉。谢谢。还是老歌好听，现在的音乐莫名其妙的。也不一定啊。你在菲律宾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也该交个女朋友了，改天我叫王阿姨给你介绍一个。妈，不用了，我没时间。早点睡吧，忙了一整天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大哥的酒廊你还是少去，那地方不适合你。志哥，你来了。嗯。Amy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他时常到老三的诊所。您乱怀疑什么？他是我们店里的股东，诊所他有份出钱。他为什么要帮志文呢？他是我的朋友。我希望你们将来找对象不要太随便。我的事不用您管。我不是要管，你们都长大了，我只是提醒你们。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如果你打算要结婚。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。好了，您没事了吧？我先走了。坐下，坐下。哎，这边，你来，坐下，待会给您。嗨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是的。哎呀，好。谁啊？哎，二哥，他怎么了？我刚才在路上看见他一个人晃来晃去，怕他出事。大哥呢？他不在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八成是被人灌醉的。不是，是我自己喝醉的。被人抛弃就借酒消愁？你太小看我了。志秀，是我不要他们，是我抛弃他们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那有什么分别？反正吃亏的就是你们女孩子。你说什么呀？不对吗？莫名其妙。哎，志秀，不要烦我。会不会让我找到了自己啊？嗯，那你会唱什么歌啊？你不会唱歌，那你在这干什么啊？我是弹琴的，小姐。哦，哎，你弹，我找到了自己，弹啊，来。生意，歇一会儿，给我回家。
搞什么东西？志刚，我有点事要跟你讲，你跟我来。什么事？老李说你没有去看家具。我哪有时间去啊？这两天金价起伏很大，我不待在那儿也不行啊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想不想跟我结婚呢？我没说不想，不过，哎，艾米，你听我说嘛。不要说了，我不要听。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，你究竟喜不喜欢我？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你不要多疑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说清楚。如果你不要我，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分手。你在威胁我？我现在谈正事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。我不想一躺在床上就要担心明天的日子。这里都不明白。艾米，不要这样了。不要再来这一套，我已经看透你了。趁现在还有人喜欢我，我可不能让你这样浪费我的青春。你自己想清楚好了，要不然明天我们就谈谈拆伙的事情。你真的要顶的话，我可以找人，大概可以卖60万，你的一份差不多值18万。其实你自己把店顶下来，30万对你来说是小数目，绝不成问题。艾米他谁管他？艾米，你怎么来了？后天开幕的客人，你是啊，妈，以后你不要再开什么花店了，我来养你。恭喜恭喜，以后你可以享清福了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他要不干了，还得问我呢。我们是合伙人嘛。阿姨，那你找个真正的合伙人嘛。你以为我找不到啊？好多人想约我出去，我还不肯呢。志秀。你王阿姨还怕没人要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大哥，这位，恭喜你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。好。嗯。哎，这位，男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业，一定要好好干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哎，我过去招呼一下，待会儿来。艾米，阿姨真是越来越年轻了啊！你等一下。啊，你好呀，好，那就这样说了。老板再见。好，大哥，志文，诊所刚开幕，你忙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睡吧。我太兴奋了，睡不着。你看你，我刚开这店的时候啊，也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坐一下，我约了人了，等会儿再回来陪你啊。哎，艾米，你过来。啊，志文来了，你陪他一下，我要出去一会儿。啊，志文，回头见。你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嫁给他，艾米，我们已经……志文，你不要傻。其实，那并不代表什么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我就快成为你的大嫂，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忘掉。忘掉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。谢谢。志文，明天还要到诊所呢。
志刚打电话来说他要结婚了，他说要跟 Amy 结婚了。我早知道了。你们看大哥今天真高兴啊。你们做妻子的，你不是参加婚礼吗？这么早回来？神经病。参加婚礼，说不定他们跟您老人家想法一样，他们也不喜欢大哥跟艾米结婚。你们现在年轻人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。妈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看志文在不在诊所。奇怪，怎么没人听啊？妈，我终于找到真正的理想对象，并且怀了他的孩子。原谅我一直瞒着你，我怕你伤心。妈，相信我，他是爱我的，我愿意一辈子和他生活在一起。今天是大哥的好日子，原谅我不能参加，请代我祝福他们，智秀。妈，电话跟。
老二，找我有事吗？你讨的好老婆，怎么了？呸！呸！你装什么傻？你老婆害死老三？你说什么？老三是你老婆害死的？老三是自杀的？你胡说！我胡说！我亲耳听爸说的。妈在撒谎。你相信那种女人，不相信自己兄弟，你配做大哥吗？老二，你冷静一点。自己兄弟被害死了，还冷静什么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妈多伤心吗？你知道吗？以后别叫我兄弟，你去迷那个女人，我看你们俩能熬多久。志刚，你干什么？有事情家里不好谈，跑到这儿来谈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要说老实话。要我说什么？你跟志文上过床？谁说的？有没有？那是结婚以前的事。明天律师楼见。志刚。下流。你找我有事？我要你看看这里。我辛辛苦苦养大了一个儿子，就毁在你的手里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你一点也不惭愧？我很难过。你是什么样的女人？你玩弄志文，你利用志文来刺激志刚跟你结婚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？你要这样对我？如果没有话要吩咐我，林峰，我告辞了。你叫我什么？这是你做媳妇说话的态度。我跟志刚已经分居了。你的主意？不是我。刚结婚不久就闹分居。是他不要我，不是我不要他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个女人，我也希望找个对我好的男人，可是你儿子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只是爱我的钱。你是个好母亲，我不能跟你学。我对他好不是应该的，我没有理由替他守活寡，我也要为自己打算呢，你说呢？对不起。进来吧。
最艰苦的日子你都熬过去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话不是这么说。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事业，如果你还认为你这是欠他们的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太傻了。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哭。那你哭吧。对不起，我洗干净再还给你。我请你吃晚饭。不，在家里吃吧。买菜。回来煮。一切照旧。志刚，到外面坐吧。我跟艾米离婚了。嗯。我把我所有的股权全都卖给他了。那你以后？我想搬回来住。这是你的家，你随时都可以搬回来。我。你有什么困难吗？你能不能支持我搞点生意？当然可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。你需要多少？80万。要80万？我会还给你。不是，我没有那么多。什么？那么多年来，我也应该告诉你。素贞，这个香味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原来这么多年以来，你一直在骗我们。志刚，你不要误会啊。我不会误会，我很清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的腿这次可不会再断了。志刚，你要冷静点。住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这是我的家。志刚，你怎么能对妈妈的朋友这么没有礼貌？你说什么？你配吗？爷爷早就跟我说过，说你本来就不姓林。既然你不想姓林，那就姓谭去吧。我不能买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花店我一个人做有什么意思呢？我问你啊，为什么要卖啊？如果你需要钱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帮不了的。我真是不明白你，我们这么多年老朋友，有什么不好商量呢？青霞，我真的要把花店卖了。妈，你不能卖。俊叔全告诉我了，这花店是你辛苦经营的，你绝对不能卖。志成，不行的。你不要怕大哥，他要是敢来，我揍他。他需要这笔钱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卖花店是为了你的大儿子？王阿姨，我妈不会卖的。我也不会买，我一个人呐，要这个花。志秀，妈。你别打，你别打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。他妈的，谁要你的钱？那是你呀！你给我回去，向志秀道歉。我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还要保证，不准碰别的女人，跟志秀正式结婚。啊，我。我什么？你要有个不字，我揍死你！可以，你别打，你别打。兔崽子！我什么都答应你，都答应。你让我先把琴谱捡起来，我吃饭全靠他。去吧。好。
固定运动，我身体会练好的。那年轻人还在医院里边，他已经向智秀认错了。我知道这种人不打不行的，贱骨头。你太冲动了，以后要改。智秀决定不见他了。本来就应该这样。 那兔崽子有什么好？你妹妹的预产期就在10月底。那你就累了。那么多年了，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手忙脚乱。记得你小的时候最顽皮了，那时候。时间到了，妈。 你不用担心我，很快就出来了。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知道。妈。 你看这年好可爱啊！哎，还早呢。嗯，我看这小子4个月就会做了。这时候说，还没生呢。啊，就是说，我说还是女儿好，就像智秀一样漂亮。你意思是说像你了？哎，如果生男的就给我当干孙子啊？好啊。哟，真相已经暗了。啊？志刚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我们到处找你。找我？想看我死了没有吧？ 大哥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少说话，你早晚跟他一样。他把爸爸的钱，爸爸根本就没有遗产留下。你放屁！你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。爸爸早就把什么都赌掉了，是妈辛辛苦苦才把房子赎回来的。最胡说，我的最……志刚，我所有的都在箱子里面，除了这房子的押具之外，还有卖花店的钱，我早就预备好了，就等你来拿了。妈，不要给他，拿去。千言万语，只能说一句对不起。我没脸再面对你，更没脸面对孩子们。赌害了我。为了不连累你，我只有一条路好走，就是离开。我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留给你，除了一屁股债，就是几个可爱的孩子。
他们都是善良的，尤其是老大。我有信心，他长大了以后会帮你的，孝顺你的。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爸爸，告诉他事情的真相，他会照顾你。珍重，永远爱你的介祥。志雄，妈呢？杨伯伯，杨伯母，我是来找我妈回去的。请你叫我一声妈。回去吧，妈，您给我个机会，我回去是多余的，你们都长大了，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回去吧。多少